我们帮人是这样，我们可以帮80到100 OK， 帮他，但0到80可能就要自己咯，对啊，对不对？自助才能人助嘛，对不对？一起来欢迎仁杰还有仁杰爸爸。仁杰以后也会长，爸爸个子算还蛮高的，对不对？还好，哎呀，不会啊，蛮高的啊，很高哎，瘦高型，瘦高型的嘛，瘦高的，他每天都有在运动，啊，踢足球踢多久啊，仁杰？啊，从3年级开始踢，哎，现在几年级？现在国二。你们团队有拿过什么最大的这个成绩吗？国小拿过冠军。然后你是在里面担任什么位置？中场。啊，中场。中场梅西呀，啊，哎，哦，中场就梅西喽。对呀，那个要盘球又什么啊？你真的玩的还不错啊！爸爸有去看过他踢足球吗？有啊，看完以后，看完以后说这个以后比那个梅西还厉害，他脚球一啪就进去了，比梅西还厉害哦！我听起来一啪脚就断了，直接香蕉球就进去了，香蕉球是在国小的时候，国小就这么帅啊！对，他定点球好像12码球都。很准，都很准，因为他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啊，阿甲都尾巴崩啊，对不对？肚子都糊不了了。是，然后他3个月就要换一双足球鞋。哎，那一双不便宜嘞，3-4千嘞。不止，因为他那是专业的足球鞋，钉鞋对不对？塑胶钉。哦，塑胶。现在规定要用塑胶钉啊嘛，对吧？就是不能用铝钉，不然会受伤。对，要不然踩到脚了，卖该哇，能拱啊，能拱的。钉鞋，好专业，真的。塑胶钉啊，那个现在蛮贵的，一双的6-7千块都要吧。就是代言的，是不是代言的会比较贵？哦，代言哦，有代言的比较贵，梅西代言的。因为他因为仁杰练得很凶，因为他为了要征选那国手，所以他练得很勤，所以。换的对啊，他连平常都还是穿钉鞋在走路，那样练的多。没有了，今天没有了。然后他变成是怎么样？还有足球的装备啊，他的衣服啊，他的什么种种这样。我们今天来完成这个圆梦计划。如果可以成功的话，我们就负担他到大学，好不好？谢谢哥，所有装备到大学是不是？到大学嘛，支持到大学。哎啊，你如果大学念的这个是体专或什么，这些我们通通帮你负担哦，好吧？所以可以，你的足球的装备，哇，那真的是非常大的压力，一大笔啊！如果你转棒球，那我们就不再负担。要选定哦，下好离手哦，足球还是我们来看挑战任务，来看一下宪哥要挑战的任务。What？骰子玩吹牛吧，要跟宪哥玩抢吹牛吧。吹牛，它壳子是透明的。来看一下，透明是什么任务？来，请看。5次机会内将6颗骰子立成一直线，像赌神一样啊！我懂了。这样。宪哥这一个月练的还可以吗？没有时间练啦。梦想主持人来实现，好厉害了！仁杰跟仁杰爸，我们爸爸很辛苦，一家八口人，拢爱靠爸爸几个人去探亲啊。我会跟仁杰沟通。哦，好，你的仁杰，你就不能玩一点别的吗？没有这样沟通的，他已经努力很久了。你可以玩跳绳啊，我就买100条给你 ，OK？ 啊，你足球装备可就贵耶，对呀，对呀。啊，叔叔是看起来有钱，其实我还好。是很有钱而已。啊，那个骰子，那个我这家伙就够过，不是你的强项。叔叔整个过年都没有过好年，都在练习，都在练骰子啦。练到他刚刚主持的时候还手过抽，对，手还在那边动。我对你们有交代的，因为我练到这个肩膀这里有点受伤，对我一直在练，但从头到尾没有成功过一次。
好不好？练习的过程吗？可以再告诉我们你们想要什么东西吗？足球装备，哎，就在我的右手边了，就这些啊。全套足球装备一年份。他这个迪卡侬，我们的销售经理 Coco 来到我们现场，欢迎 Coco。这个足球装备一年大概多少钱？我现在在考虑说，万一我没过的话，我是不是负担得起？宪哥，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只有要赞助鞋子而已，但是为了要增加宪哥的信心，所以我们加码，衣服、裤子、袜子、护镜，是可以全套的，全套一年份。那这应该是增加我的压力吧？对对对，没有错。要增加你的信心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给你打气。包括你人心好。整套干脆，要不然我来凑一凑，干脆我买给他们好了。不行不行，你先挑战嘛。先挑战。失败再买给他们。对对，反正我们等一下到柜台去刷卡。好吧，谢谢 Coco 来到我们现场，我来尽量努力了。你可以的。一起来看看宪哥的挑战。来。宪哥的任务呢非常简单，就是在五次前面好像会讲说点话了，好轻松哦，我们还可以跳 dance 呢。宪哥这样，五次机会，然后呢你要把骰子呢六颗立成一直线， OK， 你可以五次机会，宪哥其实蛮多的啊，是 OK 的啦。我觉得你先不要讲这些话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让宪哥放松一点。你要先归席吗？对 ，OK， 可以吗？准备好了吗，宪哥？好 ，Ready。宪哥挑战开始。宪哥加油！宪哥加油！需不需要帮你拿麦克风？第一次，来，水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刚刚收一下那个声音。宪哥为什么会笑出来呢？什么意思？因为听到霹雳恐龙的声音。打开来看看吧。至少有露起来一颗吧。有吧？霹雳恐龙，霹雳恐龙。宪哥，我们第一次他已经有一个雏形出来了。他有往上叠，他不是一盘散沙，他有往上面累积了。宪哥要有信心。有信心。OK。好的，开始。宪哥加油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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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加油！宪哥挑战第二次。Practice， 有了有了，手势，感觉感觉感觉 ，feel 一下 feel 一下 feel 一下 feel 一下，哎，这次没有听到一些 kiki 口口，啊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本来没有本来没有，本来没有，你喊了一声他才哐，这次没有听到一些 kiki 口口，好，我没碰到他，刚刚有没有五颗？有比较高了，有比较高了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觉得等一下，刚刚又垮下来一个。等一下，宪哥到打开为止，我们都不要靠近，好，不要出声音，好不好？对，因为你们刚过来，会震到，会震到。对，我们都不要过去。好。那刚刚那次要算吗？那是不要算，就不要算好，因为我们有震到他。我们有震到，是我们的错。我们的错，算我们的哈。我们所以还有四次机会。宪哥，那个算吗？好，算吗？宪哥挑战第三次。那个算我比较有台阶了。OK OK， 有你有台阶一下哈。三次啊，三次机会。宪哥挑战第三次。宪哥，我们没有过去哦。哎，我对，我们都站在这里。最后两次，最后两次了，这第四次，这第四次，加油！安静，安静，安静。宪哥加油一下吧！宪哥，你可以的，没有你做不到的事情。宪哥，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。
Love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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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请 Coco 过来，把它拿上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很有力气。我们排唱了嘛，对不对 ？Coco， 由你们太厉害，把那一颗落上去，好不好？谢谢迪卡侬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谢谢谢谢谢谢哥。来颁奖，给你恭喜！足球装备一年吧。哎呀，很棒的鞋子。好，来第一起合照，一起合照。好，谢谢。休息，恭喜你们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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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